炸弹俾咁多嘢，我系非常之虔诚噶，系嘛？五天神佛嘅，我信咗佢之后咧，点一年都唔够，我差唔多破晒产啦。我决定唔信佢咧，佢又唔俾我瞓觉。哇！呢、這个神系唔止系真实啊，佢直头系真真正正永活嘅，同埋佢系无处不在嘅。黑道就最迷信噶啦，黑道其实信有神有鬼噶嘛，系嘛？我哋一定有神打鼓啊，嗰啲咁嘅，我拜咧关公啦、佛啦，另外日日都念观音大悲咒啦。未信耶稣之前，我念咗十年观音大悲咒噶，日日都念噶。咁啊，另外我带啲泰国佛好贵噶，百几蚊一个噶，我带几个噶。系，总之佢嚟。撒旦俾咁多嘢，我系非常之虔诚噶啦，系嘛？五天神佛嘅屋企，见到嗰啲佛像要咩，好开心添。去边度都系去再装香俾佢添。一日阿 Teddy 咧就带领我哋入呢个教会咧，即系我哋向咗呢边咧就即系对于我哋人好多即系安乐啲啦，又去即系带领咗我哋好多江湖人咧行翻去正途嗰边啦。喺呢度揾到出路啦，因为佢呢啲事佢系暴烈嚟嘅，佢一杯啤酒，好似我间三四百，一杯啤酒四个几人先成功，连埋加一五买一百一十几，廿几倍你钱，买嗰啲毒品两倍你钱都冇，我仲要公开合法咁几千人就去饮佢啊嘛，啊买张飞又要200蚊二百几，哇嗰、那个暴烈好紧要嘅。大概十年前，就刘博士啊、莫士坚啊啲人咧，就带咗柏奇大学嗰个柏奇博士啊，就问我话：，哇，你黑道咁成功，我哋喺千里之外都听你嘅名，你想死后点样纪念你啊？我就喊得好犀利喎，喺咁多人面前喊得好犀利，猛到失控咁滞，喊到失控啊！佢又好出奇问我：，诶、哎，点解问呢个问题？你喊得咁犀利嘅？我哋又要问佢，我积喺入边几十年嘅伤心事。我走错路，我害咁多人。我你仲咁讽刺问我点样去纪念我？我系九红嚟噶嘛，唔系英雄啊嘛。好嬲自己，去走呢条路。因为走呢条路点解好惨呢？我越谂起我个成功，我就越憎自己，因为我喺黑道越成功，系咪代表我越害多人咯？系嘛？你做生意做越大，又代表你照顾越多家庭啦。你黑道你越成功，你系咪即系代表你越害多人啦？所以，我都唔敢去谂成功两个字，我一谂越谂越憎自己。咁所以你问到我非常伤心，因为到我觉悟嗰阵时，我已经几十岁啦，跟住又俾人拉埋啦。咁佢就话：，你仲有善良一面喎，咁你应该信耶稣啊！我叫佢用讲，千祈唔好同我讲耶稣两个字。我话我个神对我非常之好，你唔好同我讲呢两个字。阿刘博士就话：唔怕，神会将你慢慢改变。我更加惊，佢嗰阵时咁讲，我话千祈唔好，你喺楼下睇排晒队，我卖俾都卖几十万嘅，我话你千祈唔好改变。如果你真的有耶稣，你救啲后生。因为如果真的有耶稣，点解救啲后生？我话俾你听咧，黑社会咧，政府救唔到佢，老豆老母救唔到佢，我得一个人更加救唔到佢啦。我如果真的有神仙救到佢，我话佢同埋佢值得你哋救嘅，佢哋系受害者嚟嘅。佢听到我话受害者，好出奇喎。点解你话佢系受害者？我哋有冇去了解黑社会系喺边度出嚟噶？我话全世界黑社会都系贫民区出嚟噶。我话你有冇睇另一度咧？你有冇睇佢咁穷困之下咧都好？佢啲老豆老母点样打啲仔女啊？我话你有冇了解啊？佢啲攞啲地拖棍攞啲衫架嚟打啲仔女噶。我话你系佢啊，你喺嗰个环境出世啊。
你一大个咗，你都唔敢坑佢啦，唔敢坑佢，自然去偷嘢噶啦，女嘅自然去出中噶啦，呢个系好简单嘅，呢啲唔系净系香港前世嘅都系咁嘅。我发觉你哋教会咧，用我帮人哋，净系冇人去关心黑社会。跟住我话你知唔知黑社会咧？佢系深切病况嗰啲病人嚟噶，我嗰时我都未睇圣经，我唔知点解识咁讲话，佢系深切病况啲病人嘅，佢哋最需要你哋去救噶。佢听到呢番说话，觉得我讲得有理由喎。咁佢几个钟批噶嘛，嗰日几十人几个钟批啊，就即时喺度商量，觉得我讲得啱喎。咁佢成立几个钟批成立咧，就去试下去关心啲黑社会，同佢哋传福音。咁佢要求租我个工夜总会，我话租啊唔使你租啊，如果你真系关心佢哋咧，我仲免费提供饮品俾你。又所以喺嗰两年时间，从礼拜六礼拜日五点钟至夜晚十一点，又开放俾啲教会，就系免费招待啲冰清。我有抑郁病咧，就好多年噶啦，所以过去几十年咧，我都系黑面神嚟嘅。咩叫黑面？即系过去几十年咧，冇人理解我嘅，连我自己嘅老婆都唔知点解。嗰阵时系已经卖咗毒品好多年噶嘛，咁哇冇发觉自己，哇我自己好咁衰，哇即系出现咗我系不幸嚟噶，即系害咁多人，毒品系杀人于无形，害咁多人噶嘛，哇啲人妻离子散啊，抢啲阿婆啲金链啊，全部都因为食毒品嘅，所以我咧开头好憎自己，一静落嚟咧，一谂起又好唔开心。慢慢屈出个病，个病咧到后屘咧就严重咗咧，就完全瞓唔到觉，失眠嘅。嗰时有钱啊，睇咗好多好嘅医生，但系都唔得，都系开头食啲安眠药啊，去只系食下温温等等，都系好惨嘅，瞓唔到觉嘅。除咗失眠嗰度，成日想自杀。咁点解我去睇医生咧？我以前好憎自杀嘅。啲自殺新聞我唔睇嘅，嗰啲僆仔同啲女掟煲要死啊，應該打幾錘佢噶，話佢冇鬼用嘅，即係我啲自殺新聞啲唔睇，我覺得佢係弱者嚟嘅，但係後屘我成日想自殺，點解我咁奇怪嘅啫？嗰次咧就係對住五聖經，我老婆擺喺牀頭啊嘛，個牀頭櫃嘅咯。我真系咁圣经耶稣，如果你真系有嘅咧，你医好我病，俾我瞓觉，我就信你啦。我都未抌低，圣经都未抌低，即时瞓着咗。跟住连续日日都系一大醒就瞓着，一大醒就瞓着。约咗啲人都成日过晒钟，咩？哇！最重要咧，我喺度谂，哇！耶稣咁犀利，我睇咁多医生都睇唔好，我讲呢几句嘢就真系医好。咁我喺度谂，喂，我唔系口合嚟噶，我睇咁多医生，睇唔好，同埋最重要我知道唔系口合，点解咧？我冇晒自杀念头啊！本来我个个礼拜一定起一两次想自杀嘅，因为我冇晒，我仲成日想笑，我自己都惊，惊唔知发生咩事啊！即系以前好唔开心，点解咩嘴成日想笑？咁我咧就所以先肯定咗。是有耶稣。信耶稣只是啱啱一个开始嚟嘅。哇，信咗耶稣之后，就经历啲人生啲嗱，我以前喺黑道咧，咩大上大落啊，乜嘢啊，乜嘢？呼风唤雨都经历过，哇！信咗耶稣呢十年就真系犀利，就真系咧，真系如果系嗰、那个，由于我唔肯放低世界啲嘢，
单止系唔肯放低，放低唔到。我有几个老婆，咁多女朋友，嗰啲兄妹啊，各样养好多人噶嘛。佢跟咗几十年，点可以放低？我使用咁嘅大，我边度肯放低？我都唔敢，我好惊。信咗之后咧，哦，神咧就一啲一啲将我拯救。我一信咗耶稣之后咧，哇！首先三四百不停发生事，哦，同埋啲我收埋啲球队倒假波，全部直输嘅，哇！一条几千万系咪直输嘅？哇！咁我咧就系响起个身口度个大哥同我讲嘅事话。我同你都是黑光大哥，我哋信耶稣咧，撒旦唔会咁容易放过我哋嘅。嗱，好似我为例啦，我信耶稣之后咧，就俾撒旦搞到我破晒产嘅，搞到我乜都冇，破晒产。如果唔系佢呢番说话咧，哎，我唔了解咧就，哇，我信耶稣到咁样，梗系即刻唔信啦。但系咧，呢、這个只系短暂时间。半年后咧，我都顶唔顺。我半年后顶，点解顶唔顺咧？除咗啲瘦佬嘅细佬嘅压力啦，个个要求我，喂大佬，你拎到个十字架落嚟啊！点解摆个十字架都而家好惊啊？大佬，我哋好惊啊！真系，因为咁惨啫，用唔用？全部倒水咁倒，用唔用都唔得，几间公司用都得。除咗佢哋嘅压力之外咧，系有一件事令到我都要离开神嘅，就三四百成日发生事，佢哋一激嬲我咧，我又揾啲行动组咧就教训佢，教训咧我话同耶稣忏悔，哎我唔应该啊，因为耶稣讲爱心噶嘛，唔系讲拳头啊嘛，我用拳头咧又同耶稣讲对唔住，啊你俾我悔改啦，你啲唔该，但一激嬲我啊忘记咗耶稣，又再教训，啊一出翻嚟我就走去交通嗰时。就教徒出嚟，我变咗魔鬼咁，所以我接受唔到自己。开头你以为我系呃人嘅，我都唔理人点睇，但我根本都接受唔到自己。我即系行出好似神棍咁，哇！一激亲我咁，所以咧，我咧就决定，哎呀，我都系同耶稣请两年假，等我揾够钱去。解散啲细佬，结束晒啲偏门，我先翻嚟教通。我话我冇资格，冇资格信啊！咁之后咧，我咧就走去泰国去地下赌场，谂住，总之呢两年来，我同啲牧师讲：你冇理我做咩，冇理我得唔得罪神我都好，俾神要神俾两年时间我，啊呢两年。啊，等我咩？咁咧，我咧就去泰国筹备，我话筹备好成功喎、啊，我话好天真以为，哎，我筹备咁顺利咁成功，即系神俾我噶啦，啊，咁去做，咁我地下赌场好大嘅，好多张台，啊，到后屘咧，打波又输啦，地下赌场成个赌场又输啦，日日输输都成个月，输咗我好多钱啊，跟住。泰国宣告唔俾开地下赌场。哇！咁我嗰阵时咧就好嬲神，以为佢整蛊我啊，同埋我自己顶唔顺，哇！你又唔见咁多钱，哇！好嬲啊！佢第一次嬲神，有呢个我唔知佢系佢恩典噶嘛，有呢个十字架掟咗佢。咁喺我信仰嘅价值观里边，你一系信一系唔信啦，信就交出主权俾耶稣啦。有咩放假？最令我惊讶嘅，佢话我祈个祷，耶稣话得噶啦。即系言下之意，牧师你系细过耶稣噶嘛？耶稣都话批准啊，你自己就收声，唔好讲咁多嘢啦。咁啊，当然喺生活上，放假嘅期间就生活就更加坎坷，咁耶稣教导佢回转嘅。咁但系我掟咗个十字架之后咧，哇！我成个礼拜一个钟头都冇瞓到，系一个钟头都瞓唔着。我专登去食啲平头宴嗰啲士蒲，玩到好攰，都瞓唔着。啊！咁我就唔系咁猛啊，唔系咁劲啊，我就
从底执翻个十二架，我咩未扣好，即时发作咗啦。嗱，喺呢个时间咧，我信耶稣痛到非常之惊啊，好惊啊！我即刻坐个飞机留夜翻嚟，要我博士啊嗰啲，喂，你要即刻出嚟见我大佬。我见佢哋话，喂，你叫我信耶稣信到而家好大镬，我而家真系好惊啊！我哋惊咩？我话，喂，我信咗佢之后咧，点点一年都唔够，我差唔多破晒产啦。我决定唔信佢咧，佢又唔俾我瞓觉。我话我系人，你咁我信佢破晒产，我点搞啊？咁我咁大负担。佢话，喂，请假系你讲嘅，唔系耶稣讲嘅。如果唔搞到咁，你点肯翻去啊？另外，神系爱你，佢唔俾你做偏门。你会唔会俾呢个仔女做偏门先？啊，我谂咪好啱喎，系，我都唔会俾个仔女做偏门喎，系嘛？冇理由。冇老豆老母肯俾个仔女做偏门噶嘛？啊，我觉得佢话佢真系爱我冇可能，咁我翻去翻去教会咯，翻去咧，去又系嗰几样嘢，根本系冇能力解决，唔可以系解决唔到嘅，因为以前初信咧，对呢个神个能力咧，完全低估晒，一啲都冇了解，因为点解一啲都冇了解？我信咗咁多年，我唔肯去睇圣经，牧师同我查经，我都去旅游白云，又唔肯上圣诗，因为我去查经点解游白云？佢讲真嗰啲嘢都系笃心笃肺，我睇圣经咧，全部我都落地狱嘅，每一章都，我系越睇越舒服，咁啊仲衰到咧，可以识读品到读品麻醉啊，麻醉自己啊，所以嗰几年系非常痛苦嘅。喂，哎，你爱我好啊，咩都，哎，我都决定，哎，我都系落地狱嘅，我选择落地狱，啊，我都唔信啦。佢呢次唔系令我瞓唔到觉，咁啊可以取消个闹钟。佢十一点个闹钟十点响嘅，呢次个取消咧。就另外一个教导咧，就真真正正俾我知道咧，我系完全冇能力离开佢嘅，系唔可以都冇嗰个能力嘅。点解咧？我一取消咧，我系惊到咧，嘣嘣嘣嘣嘣嘣，系惊到我承受唔到嘅。我要叫我女朋友揽到我好实都唔得，攞张棉盖吸住我，哇都唔得，哇又唔知惊咩嘅，系惊到好紧要，惊我承受唔到嘅。咁我，哎呀，我自己都。箍到好实，要唉，嗱声救翻个闹钟，嗱声救翻闹钟，一救翻个闹钟，即时停静晒。哇！呢次咧个呢个教导犀利，呢度教导咧就令我乖乖地咧翻教导，我翻教会对住牧师喊，我系惊到即系而家你攞把枪怼住你，会掹鸡，嗰种惊都同佢冇得比噶，系惊到承受唔到噶。咁我就知道啊，真系我呢系神，冇办法，我唔够你斗，我都系乖乖地翻去。其实我睇见 Teddy 哥咧，佢嗰个生命嘅改变，直头睇见神，所有嘢都系神做嘅，人边劝得掂嘅？嗰时系七年啊，佢连偏五正红全部封锁晒，全部封锁晒，佢仲得意喎。封锁之后咧，我全部冇细入息喎，冇细入息，佢有两三年时间，佢到时到后咧就派人送钱嚟俾我。权同面子喺我经历里边呢一样嘢系牧养黑道人士一个好大嘅关卡嚟嘅。我话但系你系神，你知道我俾人救仔咧，比我比死仲痛苦。仲惨，因为我不嬲都系照顾人啊，但系今俾人照顾我啊，你系神，人啊唔知，你系神，你知我，你俾我死，我冇咁痛苦，你救济我，我唔系开心，我又好痛苦。我祷告完之后啊，几得人惊啊，我话你冇再搵人照顾我，我已经落地咗，即刻停止晒照顾啊，所以令我即刻债台高筑啊，即系变咗我要去自己同借，跟住咧我去做兵咧，即刻啲差佬出现。就决定要自杀，我你系神，我唔够你斗，啊！但系我死咗咧，你又玩唔到我，你吹咩咁，系嘛？
所以我咧就叫呢个牧师，我话同佢讲，哎，我唔俾佢玩，我话我唔相信佢能开路，因为佢已经七年啦，七年仲唔到开路，仲系做咩？牧师就同佢讲话，佢系赐恩嘅神，唔会报复，佢只会管教。我话我唔信，嗱，你唔好再游说我啦，因为我等咗七年啦，啊，我等够啦。我写遗书咧，呢啲神就出声。神咧系用六十七岁好慈祥嗰啲老人家嗰啲声嘅，就话你想死啊？啊，你想死啊？你个细仔会上嚟六国大封上斩死晒佢哋啊！哇！我听到噶，搣咗张遗书，呢度听我几日冇瞓觉啊嘛，我咪搭上床就瞓着咗啦。一瞓到听日下昼四点几起身，四点几起身咧，我话第一次咧。平时祈祷企喺度噶嘛，第一次起身想跪喺度咧，多谢佢啊！多谢佢，你仲会救我啊！我净系我都未讲完啊！啊，多谢你，你仲会救我啊！佢就叫我话：你唔使跪，你揾张凳坐低，你整个十二架。一啲埋眼啊！第一次叫佢做父神啊！呢啲系。所以呢个经历俾我知道佢真系我哋天父嚟嘅，因为我从来冇试过。嗰次黑咪我无端叫父神，你冇嬲我啦，你冇嬲我睇唔睇呢啲圣经啦？我呢啲圣经乜都唔得，将我绑到实一实。我点搞啊？喐都喐唔到咁啊！我讲到呢度咧，佢啊，你个衰仔，你埋眼跟我嚟啊！我就呢埋眼，我呢埋眼，我肉身即刻冇咗感觉啦。大概一两秒咧，我就去到天边嗰度。去到天边嗰度，就见到好多班人嘅，就全部咁样，系咪手耷低头嘅？全部系着啲泥色嘅，啲泥色嗰啲衫，啲红毛泥嗰啲衫。咁咧，佢就神咧就同我讲：嗱，佢哋就咧，你哋下低话喺度等我审判。其实我唔系审判，我喺度认人，认啊边个照我啲说话做咧，我啊俾佢入去，啊，即系话入天国啊。我咧就答佢话：啊！乜唔系信咗你就全部可以入去嘅咩？佢话梗系唔系啦，好似啲污糟邋遢，你点入去啊？因为我哋成日教堂听日信者得救啊嘛，啊我就咁样答佢。佢话好似你咁污糟邋遢，你点入去啊？咁我就问佢：啊！咁我唔入去，我去边度啊？你望到下边，我哋望到下边。哇！我一望到咧，见到好多嗰啲深烟啊、深坑啊，一条一条好深好黑嘅，见唔到底嘅。有啲系长，有啲系短。我问佢。啊！点解啲墙有啲点嘅？佢话睇下呢下边做嘅衰嘢系重定轻。如果重嘅摆啲墙嘅，轻嘅摆啲点嘅。我话咁点同墙有咩分别啊？佢话点嘅咧就快啲爆，一爆咧就灵魂体一齐死噶啦，永远都死噶。我咧就即时答佢：，哇、啊！咁你冇颠倒黑白是非？我话佢份重嘅就可以迟啲死，因为佢话重嘅就真系啲墙噶嘛，点嘅快啲爆啊！我话点嘅佢又快要快啲死，佢话梗系佢梗系想早死啦，佢早死一分钟都要啊！佢讲到呢度咧，佢话你感受一下，哇！佢感受两个字都未讲完嘅，哇！系震惊到不得了啊！嗰、那个痛苦咧系完全承受唔到嘅，嗰啲系叫极苦啊！我就即刻掹跪低掹住嗰张袍，哎呀！好在你带我上，唔系死后我就惨啦。我话：，哎，我以后日日去睇圣经，你叫我做乜我都照做啊！啊，哇，就好多谢佢带我上去啦。咁讲到呢度咧，佢又叫我匿埋眼。我匿埋眼咧，哇，入咗天国，哇，嗰度变咗系极乐。哇，嗰、那个极乐系非常之震撼嘅，即系又系用说话形容唔到嘅。嗰、那个天同你系停留喺度一分钟，你都死而无憾嘅。咁劲噶，啊，最大一个。即刻喺我个脑度出嚟咧，莫莫斯曾经喺查经度，我查过一段，讲耶稣话：你得到全世界，冇咗生命嘅何益处咧？哎，当时我喺个心度，哎，你讲咩咁啊？哇！呢次俾我，哇！原来耶稣讲嘅嘢系真嘅，即刻俾我，哇！我嗰七年唔肯放低啲世界啲嘢，黐线，我系白痴嚟嘅，哇！就系留恋嗰啲嘢，我真同白痴冇分别。耶稣嚟讲嗰个字系真嘅，即系好大个感受啊！咁所以咧，哇，真系我落嚟之后咧，
我落嚟咧係我想係四點幾，我落嚟之後夜晚七點幾，我落嚟之後咧就一刀割，所有編舞全部結束，所有嗰啲女朋友，誒即係冇得傾，啊即刻聽，就天翻地覆改變啦。我信咗神十年，真真正正咧有七年咧係污糟邋遢。嗰七年是不停经历的，不停经历他的潜在，在这七年来经过这些苦难呢，我非常清晰明白神的心意，所以我呢就决定一定要读神学，我一路读下去的。对信耶稣的人，我想讲常常问自己信什么，同埋凭什么去信，有什么基础，很明显就回到圣经里。传统信仰的模式是承载一些永恒的真理，但是这些模式呢或者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演绎的，我们需要认识了真理，有勇气地去更新模式，以至到呢人家见到又好有见证得到鼓励，自己有经历自由释放，有基础真理的基础，然后有勇气去更新信仰。信咗耶稣个得个得着啊，冇办法用词语形容。佢呢个神真实到不得了嘅，佢系永固神嚟嘅，同埋好多人以为系呢个信仰嚟噶，都唔相信嘅，错都唔错。呢个真真正正永固神，真真正正救世主，唔同我哋拜嗰啲。这个神绝对可以将诅咒化为祝福的，是要我们一点都不用惊撒旦，神是透过撒旦来拯救我们的，撒旦是神的一条藤条来的，我们做错打来痛等我们教正我们的，撒旦供应了一定是对我们好的，另外一个呢，这个神呢祝福我哋，一定要我哋肯祝福其他，佢先会不停祝福。要求神祝福之前，一定要问我对神个了解有几多啊？我对神个爱有几多？个敬虔有几多？各位朋友，或者你喺书本，或者系其他嘅地方咧，听见话有啲嘅黑道人士都信耶稣。是真的，黑道的人很多困难，耶稣都救得他们，改得到他们，然后使他们行到正途上高。我鼓励你，如果耶稣救得这么困难的人，耶稣可以帮助你，可以救你，你可以跟我一起祈祷，我讲一句你讲一句，希望呢你自己诚心向耶稣祈祷，耶稣一定听。主耶稣，我好想信你，求你赦免我以前所有的罪，前面的道路你话事，你做我救主，又做我生命之主，奉耶稣名祈祷，阿门。祝福你。我在監房裏面信耶穌的，咁信咗主之後咧，我好體驗自己生命是被改變過嚟，所以我又好想話俾其他人聽，即係呢條係悔改嘅路，呢條係一條真理嘅路嚟嘅，可以行得通嘅。我以前喊係最大個恥辱，但係而家喊咧就非常特別，而家係感動嘅喊，唔係為傷心喊。啊，咁而家仲變咗成喊包咁添。因为佢嘅恩典太过多啊！佢个恩典唔系普通恩典嚟嘅，呢啲恩典系大到咧，你非常之感动嘅。